画面中可以看到两台汽车车头相撞，绿色轿车整个车头凹陷，引擎盖翻起，前方零件脱落洒落一地，旁边施工的铁栅门被撞倒，横躺在马路旁，路灯受强烈撞击摇摇晃晃，快要倒塌，现场一片狼藉。事情发生在台中成功路市府路口，11号凌晨12点，绿色轿车在单行道上逆向行驶，撞上直行的休旅车，休旅车被撞后转了半圈，车尾撞歪路边的电杆。轿车逆向从那边过，它速度太快了啦。肇事驾驶表示，他们是从云林上来看夜景，对路况不熟才会逆向行驶。就是他不是单行向吗？是，然后我发现我逆向嘛，是，然后我就紧张，然后我没来不及，我要赶快转出去，没有看到红灯，然后我急看到他来了，然后我急刹，然后冲。警方获报后到场，对双方示意酒测，皆没有酒精反应。休旅车上两名女子皆送医治疗，详细肇事原因还有待调查厘清。水神抗菌液呢，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所以是温和不刺激，所以呢是没有残留、没有污染，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，小朋友、孕妇都可以用。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，也可以输入燕莹的推荐代码 CTI 我发发，好，可以有折扣哦。